我没有做过，听他们说应该是3-5千，就是其实用不了多少，对一点点，先弄一点温水，先给它化开，脏东西或者是泡沫全部都去掉，因为那个东西如果留的话会影响美观，会影响这个豆花的风格。안할것같아왜냐면이게끓이는것도내가해야되고식혔다가또그거를또으로만들어야돼这么一冲，然后东西一盖，过一会儿出来就是豆花。No, 真的不是这样的。花生米 OK， 然后这个就只是切成小丁和在一块，很容易。然后这个也很容易。这个还挺实用的。其实现在发现最难的是磨豆浆。결국제어려운磨豆浆难吗？咱们一块儿做吧。来，过来拖地，快！来，美食组，把这一组拖下。跟错队长了，开了吗？开了吗？我有我可以把它掰回来。真的吗？对啊，让我们一起。来，现场请准备。这就是一个罚站节目和饿死人的节目。中的好媳妇是王林，心目中的 好女婿是辛柏青。为什么呢？因为他豆花是他点的，点的很好，长得帅。我心目中的好女婿是张亮，我心目中的好媳妇呢是熊黛林。我们支持张亮，因为他烧菜特别好。对，我们支持张亮。